哟，哎呀，美丽哈，杯脸水可高兴了哈。呀，蹦一脸水呗。哎呀，美的美呀美呀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那个是洗头发的。你瞅瞅，你瞅瞅。哎哎哎哎，就这功劲儿，他们老是待一会儿啊，直到吃饭了，往这一倚，往这一靠。要不一会儿都不老实，你就等这个饭呢。哎，不需要手抓，把那小嘴又撇上了。不说不说，一点也不让说，一说就撇嘴。好不好吃？这俩孩子给买的，给我买块猪头肉，给他爸买的蚕蛹。知道我俩爱吃啥？知我者莫过于两个孩子，知道我爱吃肉。老今天还不吃肉，你就给我天天跟他俩吃素。这个蚕蛹我就不给拌着吃了，炒白菜片给他。平常谁家小狗一劲叫？等着，整吧，来劲儿了呢。这点蒜茄子我先给你留着，你这么舍得吃，你还吃够了？什么都不敢吃。我看你吃挺惯的，跟我要两片了。就爱吃，那吃多少能吃下去呗？那切那玩意不行，买点就供我拌呗。那剩这些下，我就给你买。能不来一个啤酒啊？不要，饿了。饿你就吃。白酒、花生豆、啤酒、猪头肉，那造吧。还有猪别的。海蜇你也吃够了。啥都吃够了。嗯。有点酸了，不要了。嗯，真愁人。